这个问题这一节咱讲了三种解题方法，其中黑板上的这个解题方法是咱常用的一个解题方法。同学们，刚才咱讲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据我统计，在最近十年的高考中，这个知识点以不同的形式它出现了6次。6次啊，同学们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概率已经达到了60%，所以它非常重要。无论是你想什么办法，不折不扣的穆老师，这些题我都会，下回考试我保证还是满分。我知道，但这也不能骄傲啊。后会有期，早点回来。好，你们不要看了，你们能和他相比吗？林林被两牛堵在学校后门口那儿呢。你回去上课，我自己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你去弄啥？等一会儿，摩托车给我送到后边校这儿来。就去吃个饭呗，有什么给个面子呗。你有事儿吗？你说来。吓唬谁的？那试试呗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。你有这通个事儿，咱去新疆找表哥去。你赶紧回去收东西，咱马上就下去坐车，连夜都走。先去郑州。你不考学了？说这都晚了。我不想让你去广州。可是，你赶紧回去收东西，一会儿小智都要摩托车送过来了。小智，你咋了？小智一个星期前已经被老牛打死了。是小智，他肯定是来拉你活的。小智，小智肯定来拉你活，快跑，小飞。小飞，你来了吗？我听了你上广州去打工。家里让今年结婚，先去广州找他接完日常，晚上的事，刚好和小飞一块去县。走。叫你咋不跟你了，连连？今晚睡着了，还做个噩梦，不太好吧？不碍事，不能害怕，反应大。跟你爸借了几家，他叫钱金，说给你借够，你这卖了包谷，这生活不带劲，好好的上，再叫你亲戚邻居看笑话，争气。你上学了咋？上个啥也上啊？上了几年丢人呢？那接了妹子公家都知道你。我不上弄啥，我上不是为了让咱家不来让人家看不起。养你两个月狗都不上。别吵孩子了。滚进去。等我考了，小妹连门带里都还给你。
你爸喝醉了。孙儿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别给你爸生气，他好歹是恁爸呀。平常都看不起我，一点都不理解我。咱这边家长不都这样吗？你妈非得让你去广州找那个人？嗯，反正我待在家里也没啥事儿，出去还能挣点钱。你不是说争取复读的吗？争取了没用，你再好好争取争取吧。你不是不知道，那门亲都已经订好三年了，早就说好高中一毕业就结婚，聘礼钱已经给我哥结婚盖房子用了，你现在不结人家不愿意呀。人家满桌子将来吃了吃好的，嗯，吃的好，将来吃了吃不来，吃了不中，吃了吃不来。他就是在这儿吗？地选。咦，大学生，哎，咱这氛围好得很，哎，一定要考上大学生，哎，好好的学习，努力学习，一定考上大学生，哎。成，那咱在这儿吧，我走了，慢走。我又梦见小智了。你咋又梦见了？梦见我做了小智做的事儿，叫老牛痛了。你还提那些干啥？在我准备复读费的时候，我又想来一部小说，叫《亡命青春》，才写个头，我要小智俺俩搁一块儿，写成一个人，讲一个事儿。写一个老帮生，把他的仇人杀了，然后带着他女朋友浪迹天涯。最后，小飞死在了街头上。亲，小飞，别瞎写了。我老是管不住自己，脑子老是跑到这个故事里，还总是梦见小智，也说不定是小智托梦给我，让我一定要写出来。你咋了？我也不想，可能写完都好了，写完就不会做噩梦。咋跑啊？我有时候都想，再要是哪一天突然醒过来，发现现在这一切都是个噩梦，真正的我有另外一种生活，另外一种性格，做着我现在不敢做的事儿。你别神神叨叨的了。
咱去肖氏坟前看看吧。好吧。小芷，我很佩服你。我要是你那种性格就好了。你保我一下午，让我像你一样。你看你又来了，走吧。不会是小芷赶过来的吧？三年了你。你有没有觉得出去闯也是一条出路？去哪儿闯？随便大一点城市呀，北京、上海，咱们一边赚钱一边奋斗，大城市机会多呀。王总。到哪儿不用学电脑嘞？我最后不还是进城了？那你现在，你都是为了考大学中？这是最好的出路，咱能有啥办法？没关系，没家底儿了，你俩搁一块儿去复读吧，咱去外县找个学校上。复读？生活费了，学费了，那我家里边的事儿了，总得解决吧。我也有我的难处。那你要咋弄？我不知道。那咱总得想办法解决呗。办法我说了。咱们出去闯，你可能不是办法，只有你的才是办法。那还能咋弄吗？不会和那个人结婚了。等到了广州，我和他见了面，我就偷偷跑去北京去。这样，他们家也不会找俺家要人了。不中了？有啥不中的呀？
你觉得我该和那个人结婚？不是那意思。那你啥意思？要是小子，他才不会这样说嘞。我承认我不是小子做的吧？咱俩走这儿就打车。小子，快点！家里前几年给我订了那门亲，让今年春节提前结婚了。先让我退学，和他一块出去打工。那咋办呢？不去，这不有俩破钱吗？你说的轻巧。咱得想办法帮忙琳琳，能有啥办法呢？你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。他做饭吗？录完饭了，开。好。送你到学校了吧？不用了，你先走吧。没事，不费油。不用不用，你先走吧。嗯、我不去广州，不去不中。前几天都跟那哥盖房子了，恁哥大了不会老是着想。我没说不结婚，不是说好等毕业之后吗？上那年有啥用啊？就多花钱。那你说话得算话呀！这闺女不听话。哎，大美女，这昨天我给你写的信你也不回，咱中不中？给我个话呗。咦，你还想英雄救美吗？咋？你不中？别以为你跟着王哥混两天，你都给我牛皮！哎哎，牛哥，牛哥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何必呢？来，小飞，走吧，走。哥，今天就走吗？嗯，昨天叫我给你带的鲜菜。你真不上学了？我真不想上了，出去还能减轻点家的负担。学费我管想办法。没事，我真不想上了。哥，你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送我一个 MP3，中不中啊？你快回去吧，他们给那等我呢。那你到广州都给我写信。嗯，回去吧，哥。感觉最近你学习上有点分心，听老师一句话，无论是什么事儿，都不要放弃。熬过这一年，走出这个教室，走进大学，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你就可以脱离农村，改变农民这个身份了，要不然你就是成千上万个农民工的一员，
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你的父母是个农民，没有钱，也没有关系，你能指望谁？你聪明，又有学习的天分，只要努力学习，我保证今年你一定能考上个重点。你可是咱全校重点培养的苗子。娘哪儿啊，老牛，王哥让你早点把钱还了。知道了，你也不容易呢，咱出来喝一杯吧。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不要弄得都不好看。你这话说的有点多了。别急，还有琳琳的事儿，希望你要注意点。我要是不注意嘞，那我会跟王哥说。这个忙，他还是会帮我。你别跟我牛逼。王哥他已经不中了，他说还要找我爹办事，你给我传个熊哎。那中。这我最后一次跟你说，以后走着瞧。走着瞧，走着瞧，谁怕谁。你把我做的一些事儿都相当于你做的了。我理解你的意思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是你的另一面，我们两个合在一起才完整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，在那个地方我们两个都是合二为一的。在那儿我们有另外一种性格，过着另外一种生活，就像你小说里边一样。可现在一切都是个梦，是一个噩梦。你在那干啥嘞？咱到这儿歇歇吧。你再走走都到镇里来了，到那儿歇吧。咋了？你害怕了？你看你说的啥。我看到小子真跟过来了。
小说，胆小鬼。咱到镇里喝上赢吧，咱从来都没喝过赢，以后可能都没机会了。不能早点说。那咋算？你活人怎么能没尿憋死？走吧，天不早了。你许的啥愿？不跟你说。你呢？我也不跟你说。朋友们，刚才咱讲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据我统计，在最近十年的高考中，这个知识点以不同的形式它出现了6次。6次啊，同学们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都吃个饭去呗，吃什么？给个面子。无论是你想什么办法，不折不扣的。吴老师，这些题我都会，下回考试我保证还是满分。我知道，但这也不能骄傲啊。那我走了。林林被两军堵在学校后门口那儿呢。你回去上课，我自己去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你去弄啥？等一会儿，毛车给我送到后边小院来。有事吗？你说嘞。吓着谁了？那试试呗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。你有这疼的事？你这是干啥？你这样做，老牛绝对不会放过你了。无所谓，不想你因为我这么做。放心，不是因为你。我不是那意思。
我知道，我跟老牛早都有仇，早晚的事儿。那你考学咋弄？我还考啥学？我不想家里为我负担这么多。我准备先去新疆找俺表哥，先躲一阵儿，回来跟小志一块儿除掉老牛那帮人。我马上去县里头走，你跟我一块儿吧。你这样做你就晚了。算了，都晚了。我不要你去广州。你要是这样做的话，你只能是逼我去广州了。为啥？我不想看到你再这么混下去，我不想和你一块出去打打杀杀。我要去县里了，夜里的车，你送我去县里吧。咱以后不定啥时候再见，送上我吧。你们俩赶紧走，老牛他们肯定得行动了。等我回来。你啥时候回来？还说不准。我准备先去弄点钱，咱需要资金。这一阵儿，先忍一忍，别乱跑。我知道。这些钱拿了用，你们另外需要，我不要。拿了。老哥，要不咱报警吧？操！你想让兄弟们都进去？走，找人堵他去！咱以前不经常来这儿？嗯，咱每次都路过这儿，你都带我去里边看看书，光看不买，人家老板还赶咱走。这里都不卖书了，
今天要挣钱呀，现在谁也没说。等到我有钱了，我都搁这开个大书店，管他挣不挣钱。要不，我请你看看。这儿还有咱写的字儿嘞，我看看。李林五回约瑟啊，什么林林和五回留念？我想起来了。这儿，咱那时候不经常搁这儿讨论稿子？是呀。还经常跟他一块儿写写诗，互相提意见。咱还一块儿买那个喇子，自己刻，自己印点报纸。我有啥肉？这几年啥也没写出来，还落到这地步，废人一个。我劝你别写了，你先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了好好的写，先吸取教训。不甘心啊？那有啥办法？是没办法。都是绝路一条，绝路，绝路。走吧。哎，等我一分钟。走吧。不用了，赶紧要。你咋不知道赶紧啊？咋的呀？
你站这儿吧。你站这吧，我站这。不用了。好，注意了，你俩啊，往前看一下。你买好票了？买好了，夜里的车。咱俩去拍个合影吧，咱没有合影嘞，以后管留个纪念。这是拍婚纱照了吧？站在这儿。以前都是个照相馆，啥都拍，还照大老铁嘞。来，靠近点，再靠近点嘛，年轻人。哎，对，好，来，开心点啊。好，来，咱拍个特别的吧。哎，哥们儿。你有没有像婚纱照又不是婚纱照的？像婚纱照又不是婚纱照的，那恁拍到婚纱照不妥了，我给恁便宜，中不中？算了吧，这算啥呀？你也害怕我拿了去整恁那口子？算啥嘞？那来吧，万一我以后遭遇不测了。也不枉我这一生。咱走路去下来吧，反正也不远。你不急着去学校了？那多学一下我都管考上吧。这些钱你先拿去当生活费。我不要。我把他县里给忘了。不要。你拿着吧。你家里不知道啥时候把生活费给你送回来。快点想起来。我能要你的钱吗？
自己有啥呀？我的钱都不能要吗？我差点可窝囊，我还不好窝囊了吗？啥都帮不了你。你白想这么多总不中？我真的担心你。你回去之后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，你这样才能把身体弄好，学习效率才会高呀。给，这前两天刚给你织了一条围巾，这两天天凉，你戴上。那装起来吧。别哭大抽身的了，一点钱又不算啥。都不懂男人的心情。你还不是男人了呀？我是不配做男，比起小子我差远了。你看你又来了，那俩不一样，他从小就混惯了，整天打打杀杀。算了吧，这算啥呀？你还害怕往那老去整那口子？说啥嘞？那来吧，万一我以后遭遇不测了，也不枉我这一生。以前这地方都是水，水也可大了。现在这些水都快干了。祖国大地一派气象新。东风浩荡，形势无限好。旧貌变新颜，这毛主席的字儿吧？我哪知道？毛主席的字儿你都不认识？厉害呀！啥厉害？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
不想打工，不想你为了我放弃考学呀。知道，你一直都想要考大学。我说过，不是因为你，我跟老牛早都有仇。
你想咋嘞？想，那以前想俺在那儿的人，他都弄啥？那时候都是公社吧，看书上说都是上山下乡，都得听毛主席的。那再往前嘞？再往前，解放前，那也得考大学吧。要是再往前说，那就是科举考试了，那也得考状元吧。你看，他不都是在考学吗？你说的对，自古以来好像都这样。信，写的啥？茫茫天涯走遍，寂寞心酸。每当离别风声拉开帷幔，回忆随在胸前。我飞扬思绪在无涯时空里回转，红尘几度落花红。若干年后，如果还能再度相逢，是否还会记得？仍有人为你默默守着那个承诺。这情书啊，应该是三文诗。我等一会儿都走。我跟你一块儿。算了吧，一切还不知道啥情况。看我不想去广州。出去吧，经商或者是打工，咱出去闯一闯嘛。你去哪儿了？北京、上海，大一点的城市都装。你就当帮帮我吧。你跟了我，不会后悔吗？说不定会吃可多苦，吃不好，穿不好。我不怕。
也不明白我的心嘛。那我就改票，咱坐头一班车走。林林，也许是我自不量力，我真的想带你一起走。我知道你不想去广州，我也不忍心你去，但是带你走又害怕照顾不了你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遇到啥情况。听说是旧城市，又期待朝朝暮暮。我这次出去回来，一定会在乡城大干一番。等我成功了，不管你跟谁在一块儿，变成啥样，我都会找到你，娶你，永远爱你的份。下些啥也整那么悲情，啊？你都是没种，你太懦弱了吧你？连想都不敢想你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另外一个世界，你都牛逼的带着琳琳离开了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是浪漫的，是充满希望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回忆一下，乐观点啊！Thank you.
我本想要道来，咱骑车走，先去郑州。我想玩小说，想我要是小智了，我给弄啥？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。我不想做我自己，我讨厌我自己，肯定有另外一个我，性格就跟小智一样。你到底要干啥呀？那件事过去了，别提了，中不中？我知道。小智的死是因为我。你不能这样说，那小智跟老牛本来都有仇，现在老牛也被抓了。那也是因为我引起的呀，他捅了老牛，他想让我跟他一块去新疆，我不想去，我想等你。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快醒醒吧！你他妈总干这中不中？把你课本撕掉，带着林林跑！醒醒吧，笨蛋！一直跑你都能醒过来！不要当个窝囊废！小子，你是吴飞，这不是梦。你别装神弄鬼了，中不中？真的走了吗？我是不是可懦弱，啥都帮不了你？你别这样说，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生活，这一点我并不怨谁。这是我的命。其实我也知道，考学是走出咱的最好的出路。去年俺妹对我说，我要考上大学了，给她买个 MP3。我真的。有啥脸面对的？我一直折磨了我都可窝囊，我要等我考上大学了，等我有钱了，才配拥有爱情，才配拥有我现在想要的一切。现在，
我啥都不会。你要一走，心里空荡荡的，我就该打滚。别多想了，咱们以后还会联系的呀。别看了，你不能再写了。死了吧。咋就没了我在梦里见过的地方？生活不是梦啊。既然不能改变啥，再忍一年，等考上大学就好了。我一定得考上大学。等我一切好起来，我都去找你。不管你跟谁在一块儿，有没有孩子，我都要娶你。一辈子那么长，以后的事儿谁说的准嘞？你发誓。用这句话就可高兴了。真的小飞，我们虽然不能在一块儿，但用你这句话就非常知足了。
清理好嘞，咋起雾了？天气预报说今晚上有雨，明都晴了。下面就到了。来，吴飞同志，祝你明天考上清华北大。那我祝你一路顺风。要不你上车吧。小飞，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你和小子带我去学校，不愿去想咱们会分开，幻想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长大。小子死的那个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三个人一直走在去学校的路上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怎么也走不到头。醒来后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。小飞，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生活，
我不怨谁，只是难过不能陪你去走更多的路。你一定要坚强起来，你会考上大学的，我相信你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你的将来会很美好，也许以后会很少见面，但在我心里永远都有一个你的位置。再见，爱你的林。Thank you.